好，什么问题？对，很简单。健身的朋友呢，其实他们的蛋白质粉里面一定有加两个成分，一个是类固醇，另外一个是 creatinine。 虽然我有一些朋友都是健身教练哈，他那有一个那天跟我们一起打羽毛球，他跟我讲哈，他已经把他的肾给吃到坏去了，甚至现在每天小便流血。然后你去可以看到很多 fitness center 的，他们只要是吃健身的那种粉哈，他们的背后一定长很多疙瘩的，就是 pimples。 然后呢，有的现在开始脱头发，有的他的手热到脱皮的，有没有看到很多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这个蛋白质粉的里面的这个热量太高了，它伤到他的肝脏，甚至严重伤到他的肾脏。而且呢，他的 creatinine 对他的肾上腺呢、是有很大的破坏的，你知道没有？所以呢，我的一般的这些朋友，有的做 gym 的，就是 Positrim 跟 Protein， 做完 workout 过后，是不是两勺的 Protein， 一包的 Positrim 马上喝下去，明白没有？他就会 build 到 lean and tone， 听到没有？每一个 muscle 都是 tone 的，听到没有 ？OK， tone 的 ，OK。所以呢， lean and tone 啊，明白没有？瘦瘦的肉，你看那些吃的是不是他那边？都是这样奇怪的，有没有 ？OK， 还要手后面有蚊子咬他都抓不到啊！听到没有？哎呦，怎么要把自己搞成那样？听到没有？那样叫美吗？明白没有 ？OK， 好，当然我们这种也很美啊，听到没有？顺眼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来，我们继续看，所以呢，不是。